蓝冰灯不过瘾，就来山东静思感灯吧。一架龙玉斩苍穹，开启人界，泱泱起风，万盏天灯起人愿，点亮淄博烟火璀璨。这里是人界，盏盏琉璃宫灯装点齐国盛世。九尾狐把你带进蒲松龄的聊斋妖界，盘丝猪媚骨，猫妖眨眼睛，画皮还在魅惑人心。淄博花灯会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哦。穿过天宫之门，小时候听过的神话故事在眼前尽数展现，仙界就在此处。绵延百米的九重仙境，点亮3000年的瑰丽想象，勾勒出一场与时空交织的天上宫阙。